Thank you.
Yeah.
杀狼直接开送，上一场他还打得很好的，他这局直接开送了，但是好像对面也挺厉害的，说实话，对面他抓得很好吧，他一开始直接激活，然后就第一局的话，他换路换得很好，直接一波爆，然后。阿朗也没有什么手段可以进攻，他地狱龙直接被吸掉，然后对面地狱龙他也没有东西解，他没有雪球，没有小闪，他只有一个滚筒，难道你读地狱龙也没用，抓得很好吧，抓得很好，抓得很好。接下来是第二场，直接 ban 到飞桶，刚才是有研究他那 GG 了。他在线吗？他不在线，靠背。看他 ban 什么吧，看他 ban 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他 UKC 没了桶还可以玩什么，真的我不知道他可以玩什么，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。火球，他变成火球的，他基本上肯定是要玩墓园了，他基本上一定玩墓园，所以应该就这样吧。UKC 加油啊 UKC， 飞桶火球，飞桶火球的话，我会玩被飞桶克制的吧，比如说墓园，还有一些什么三枪啊之类的，因为其实你没了火球。里面的飞桶三枪也挺好打的。好，对手直接一个小闪先手 UKC， 我想应该就是后手的墓园了。那么妈木燕这里也是在等，但是小闪有后手的话，我猜应该不会是大皮锤吧，可能是巨人，或者是我想不到了。小闪其实说实话，这个 meta 用是有人用，但是很少。但是中甲加小闪的话，要么就是气球、狗球，要么就是巨人吧。好 ，UKC 这里如果是蹦地的话，这波可以直接蹦，但是他在满费。哎，这个是一个
飞机的，哎，还有送了一个古龙，这个毒药赚的很，赚的盘满钵满啊，哇，好赚啊，这发毒药，赚了一万会费，真的很赚很赚，这波，那 UKC， 其实这手这里也挺难受，但是说实话，你那个 Hello， 说实话你牧原打那个天狗是能打的，看一下你带的 support 卡牌是什么吧，因为如果你带古龙的那边可以直接一个火球解掉你，然后你火枪的话其实输出环境也不是那么好、哦、好，这里尝试了一波保一保枪啊，但是这个毒药啊、哦、好，幸好是飞龙宝宝而不是这个古龙哦，那这波毒药其实交的有问题，这个有没有一个坏地，没有坏地，但是贼难受，好难受了，这波大概可以挠到1200哦，好1200之后，这波是一个反打的 timing， 那么对我直接火球结场，我想哇还有野蛮人，哇太难受了吧，这个太难受了吧，待会你就知道了，待会就知道了，我先不讲，好吧。好，那 UKC 这里尝试防守一下，这个矿工直接挖下来，这边骑士要顶一下，但是也不太够啊。这个一下毒药也没用，好吧，恭喜。克制吧，因为其实说实话 ，UKC 他卡组有点少，卡组有点少。我想我可以先转手机了，我猜啦，我可以先用手机来登了。UKC 加油啊 ！UKC 加油啊 ！UKC， 对啊，对面真的抓得很好，对面真的抓得好。这个 B 抓得很好，我要玩些什么出其不意的东西吗？比如说刚才他说的那个，我猜啦，因为说实话对面我很难抓，对面抓的真的很好。对面这个 B 真的抓得好。A 场不去呢，滚筒新手老龙换咗啦，哦 ，Mota 呢个系一个低水 Mota， 低水 Mota 骨头啊，但系呢个黄家驹，哇，真系捉得好好啊，呢、這个条友黐线，人哋一上逼爆不靠不靠。飛機炮骨球他就立刻上個 RG 出來，哇，但是這一波直接打了成1000血，哇哇好下飯啊，那對面應該是，那對面只是一個中甲來解一解，那中甲的話他其實說實話了，這一場中甲的功用不大，中甲功用不大，你最大的功用是在这份了，但是这个飞机炮，你不知道是，你不知道是黄字是不是？啊，哇，我心都灰了，呵呵，啊，但是也是解的挺好的，但是这波就一个滚筒，哎，没有滚筒，那用个飞龙宝宝来解，那这边加飞龙宝宝的话，其实就很赚哦，因为这只火枪直接把它射爆了。那么这波古球如果早一点下的话，他可能连牢笼都下不出来，但是他选择的是一个飞机炮来进攻，那对手也下来一个牢笼的话，那这波要保一下，没有保啊，可惜了，这波其实是很可以保的，欸，但是射了一炮，这边古球
尝试一波进攻，再加上一个剑法，但是骨头伤害还是有的，大概打了300左右啊。那 UKC 这场其实还做得不错。那么，对手这里可能想要 build up 一波进攻，那这只火象直接闪下去了要。那这边先一个骑士，然后可以再加一个铜马锁。他用的是骨头来进攻一波，但是这直接被犄角挠死了。但是其实也不算大呀，这边好像还是就是一点一点的射爆对面，射得很爽，射得很爽。那么这边是一个牢笼姐姐，再加上一个北极炮，这个北极炮其实稍微有一点点紧。这边有一点送了节奏的感觉，那就是电法可能要慢一下了，因为说实话现在节奏其实在对手那里，但是这个滚筒其实教的很奇怪。好，那这波可以带一个 Spears 投一投吗？好，黄俊来了，这波要先守住，这波好好的守。哇，糟糕，还好1300还是有600点的血量优势，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 UKC 他是打不进去了现在，所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一直鼓球给压力，然后就算血量吧。因为但是这边火枪不应该交啊，这边交了你收什么？哇，这个皇家巨射好射满，射得很爽，我感觉还凉凉啊，凉啊凉啊，啊！哇，左边这个拳击手也是打得很爽，这边直接要到达斩杀线哦。UKC 还在继续脑力当中，但是好了没有了。哇，恭喜这边麻木加1×2。好，我先手机等一下，我手机等一下，等等。我觉得46吧，他其实说实话他前期打得很好，后期的话太多失误了，真的失误太多了，失误太多导致就整个崩掉。好，我先选一下抗体，先选一下抗体。
唱歌咧，其实咧。Thank you.
Thank you.